查对情人管太宽，破口大骂，老外超害怕。在楼下，有现在年轻人骑摩托车很少。这边，带回去阳台，然后就骂死他们，说你们那些真是机甲。邻居都叫他恰伯伯，很凶，光太多，最好不要惹他生气。对，所以我就慢慢分手，慢慢分手，冷静的慢慢分手。今天晚间八点，敬请锁定东森总和32频道1/2强。